位的家，靠北，这里就五字天阶，我刚才跑那么远，啊，那个是，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怎么会有一个这个啊？有一个可以解的，哎，有没有好大一颗球？有没有看到？而且它写雷电，所以是要用电。这个我好像，这个神庙我好像没解过，哎，我好像没有解过这个东西，哎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一定是要用电的弓箭来射它吧？应该是吧？瑞塔说：“这个我想看老板解，好啊。”但我现在我有办法解吗？我现在是可以解的吗？如果我现在是可以解，我会去解啊。但如果我还缺材料的话，那我可能就要收集一下吧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解过，所以想看老板解。OK OK， 但我现在可以解吗？你要先回答我。我现在的比如说素材啊什么，还是他不需要？他需要什么东西吗？如果他不需要的话，我就去解啊。需要你的脑袋，但我怕你没有带。哇，你现在这个那个叫什么？你那个双关了，欸，押韵了，欸，单押，欸，哎，欸，这个好像，哇靠哟，看，妖吸鬼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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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跑好快，好可怕，啊，怎么办？臭怪，嗯，开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这个是不是又是那个？所以我可以直接这样射他吗？啊，不行！啊，不是，这个是真的宝箱。靠！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啊！好了，我看一下你装备了哦。你既然这样讲，那就表示一定要啊！我刚刚看，我就觉得一定是要雷的弓箭啊！啊，我就没有，没有怎么解？哎，刚刚那个，哎，刚刚瑞塔说要看的那个在哪？5 years later， 啊，有了，找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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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在这，在这啦，在这啦。等一下，我要先给他一个。我先给他一个标记。好，然后标记有了，我看一下这个标记在哪，在这嘛。那我就先去那个啊，我先顺便找一个利特村。好，我先回去。买个雷的什么有的没的，弄一下，一定没问题。这有卖东西，哎呦呦呦啊！可是雷剑，它这个是只有木剑而已。等等等等等等，雷剑是不是应该要去沙子那个国家？这个格鲁德地区，对对对对对，或者直接到一开始的那个上面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记得有一个拉尼尔地区，有一个拉尼尔山啊，拉尼尔，哎，是拉尼尔山吗？哎，还是不是？不是，好像是卡莱电界，对对对，跟人马要啊，跟人马要啊。人马是哪一个？好像是这里吧？还是去找一只人马让他打你救命？不行吧，现在的武器还打人嘛，应该很快就会死掉了吧。海边的小村庄不知道有没有卖。对，雷兽山啦，啊，雷兽山，对对啊，雷兽山，这样我要用跑的上去，欸，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哦哦哦哦，我想起来我想起来啊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我穿那个衣服游上去就好。按叉加速，然后按 A 攀瀑，哟呼，等一下，等我什么鬼东西？刚刚是怎样？刚发生什么事？好，攀瀑。啊，有了！冲！太自信，冲！咦，对对对，就在这附近的吧？我记得树上就会有。靠！哎，靠！哎，怎么都没有？不是树上就会有了吗？啊，我看到，在地上，可怕，好可怕，喔！有一只，几滴？捡一些这个有的没的。哇，好滑！还有没有哪里有？地上只有一只，不行吧？等一下失败怎么办？好，往返跑的那个成本很高呢。哎，欸，我好像看到远处的树上面也有一只，又有一只咯。
拍照寻找，拍照寻找方便吗？会不会突然被突袭？啊！我看到，我又看到，我又看到有一只了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靠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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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！靠呀！靠呀！靠呀！要修！要修！要修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他怎么会发现我？哇靠！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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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他那个往上了。哎、欸，所以这里应该会有一只吧？哎、欸、干！啊啊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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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哎、欸、屁嘞！他刚刚那个射下来地上应该要有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看不到我，看不到我。我记得我以前玩的时候，他那个往天空射的，好像是不是百分之百命中？哎、欸，他又发现了，他很敏感呢，高敏感族群哦。人马驱射不靠赛啊，绝对轻松又自在啊，超爆准啊！我记得我以前玩的时候，都被他取射直接被打爆哎、欸。他现在很害怕，他现在觉得人生充满疑惑，为什么？我总是觉得听到有声音。我刚刚讲什么？我已经忘记了。阿甘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放大打呼。等下，我先看一下我的两只，两只狗。哎呦！哦，可怕，可怕，可怕！啊、哦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！大家没有发现，大家应该都有印象，就是家里附近会有就是卖臭豆腐的车，他不是都会操大呼。然后我每次遇到人马的时候，大家不觉得人马会有一个嗷嗷嗷，听起来就很像在讲操大呼吗？所以我每次听到的时候玩，我都觉得他在讲操大呼。好，我们从这里飞过去应该没有问题。我就是你，我就是你，我就是你肠胃的犯人。你的肠胃就是我的被害者，肠胃是我的被害者，我是你肠胃的加害。靠北，这就五只的街，我刚才跑那么远，刚才跑那么远。对，雷兽山啊，雷兽山，对对，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我穿那个衣服游游游游上去就好。哎、靠背，靠！哦，气息。我刚那个跑那么远，跑那么远，跑那么远，跑那么远是啊！哎哎哎！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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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等冰，我先等一下，等等。OK OK OK， 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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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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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哇哇哇！这里怎么会有一个？哦对，就这个，对吧？一只，我不确定这样子打不打得到。哇，没打到。我等一下，我靠咬啊！咬咬，痛痛。哟，哎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这样，嘿，哎、欸，啊，瑞塔呢？瑞塔呢？等一下我会不会摔死？来啊，瑞塔有没有看？我当然以为一眼就瞄到，我就知道要用电，好不好？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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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上次换神庙一样，荔枝考验换了还是荔枝考验。这么大的图示还不知道用电键，荔枝上火之吧？不是三 D， 你知道你这样讲，这种犯罪会被吗？哈？哦哦，这什么样？哦，解完就直接拿东西。荔枝长大以后比较不吃怕有虫。我觉得刚刚辛苦去拿电键部分太好看，我觉得那个应该可以剪精华了。我觉得那部分完全可以剪精华。如果觉得我们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给我们一个赞作为支持，留言分享你的心得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